来关心，下个礼拜六就是罢韩投票日了，而民进党青年部就在脸书 po 文分享高雄投票所附近的美食，呼吁大家返乡投票。国民党方面为了反制罢韩，党中央释出了蓝营执政县市15位首长合作拍摄的宣传片，主打我们认真防疫，欢迎安心旅游，包含了高雄市长韩国瑜、新北市长侯友宜以及台中市长卢秀燕都现身影片当中，展现大团结氛围。欢迎来高雄安心旅游，高雄民众热情的欢迎您。深陷罢免风波的高雄市长韩国瑜和蓝营执政县市首长共15位县市长大合体拍摄影片，力推安心旅游。欢迎来新北市看山看海来铁头 OK 啦，防疫新生活到台中铁头，防疫很认真，欢迎大家来旅游。15位县市长一人一句话，包括新北市长侯友宜、台中市长卢秀燕都在影片中现身力挺，除了推观光振兴经济，更能展现全党一心反罢免的团结气势。不过另一方面，民进党青年部在脸书发文介绍高雄投票所附近的美食，极力催化罢韩的投票动力。那这次呢，我们透过美食地图能够结合投票所的资讯，能够帮助大家，鼓励大家上网找到自己的投票所，能够回到故乡，尝尝故乡的滋味，也尝尝民主的滋味。罢免投票日在即，国民党县市串联大咖站台，力拼挽救声势；民进党则鼓吹青年返乡投票。蓝绿阵营透过网络文宣，投票日的最后一个周日空中决战。记者林晨杰、刘伟成特别报道。